我们今天做的是那个测量距离的车子。简单来说，先啊，然后呢，我们之后呢，如果改良成功，我们要做那个声音感测的车。我们这个呢，现在它不管它呢，就是不管乱跑啊，跑哪边啊，都会我们都可以知道它跑到它跑的距离。然后我们下看，就是也是遥控之类的。然后，这上面呢是距离，然后它的单位是公分。